小儿广义患科啊，念患吗？幼吧，幼科吧，幼幼，就是给孩子做推拿的是吧？不是，你看他这写着呢，幼科秘书推拿，就是这页写的是这广义卷下，字写的可够寒碜的。这字还软？这字不寒碜呀。这字可不软。我觉得也不寒碜。我这样不是想少花点钱吗？你懂吗，大姐？我这不是，这也不是一本，你把都拿出来吧。哎哎。方子，意外收获呀、啊！方子，治感冒风寒。方子，这是那啥，那痛。这给我留着。你得买了，人家给你留着。你不买，人家给你留着。书给的，这拿出来。为啥过去那中药贵呀？真给始终一样，麝香、雄黄、朱砂。行了。你站出来干啥？开本了。把上本拿来吧，我就知道。一本，多坏了！这一看下卷就这帅哥多坏、啊！不是拿来！我他妈玩儿！哪有你这样做生意的？他给你拿一虾是吧？这不是，这是那汤头。这那啥、啊，这个跟那不是一码事儿。不是一码事儿，这是张世长的。都要。妇科，我看看，应该是妇科的吧？不是陈爵吗？嗯。全是那啥的哈。全是手写的。他有手写，他应该有。你看这个，这叫什么？张西九，字西九，知道吧？不知道。一个人，民国，哎，你看没有？17年，1928年的，28年东北一致，张学良那年的。什么解脱？什么鸡巴那是？都拿出来吧。没了。不可能，这得有上卷。没了。这得有上卷。这不就是吗？那是呢？不是。4月丁，猪药成效。你看没有，大哥，缺多了，丁卯、丙辰。他是哪年写的？12年应该。啊，天干地支，还缺呢。就是全色汤头，这是一本是吧？没逗着你。这肯定离他，你逗不着我。这你发现拿错了。这是什么的方法？这是固齿。刷牙散，这就过去的牙膏呗，对吧？过去的牙膏呗。胡建一个，石膏1钱，硼砂2个，共为细面。清晨刷牙用之，到老掉牙，永无疼痛之患。先传还是故事是吧？先传洗木方，就是以讹传讹的啊。杭州知府年90，双目不明，这家90还活着呢。无方可治啊，真是幸遇仙人服此药，方用桑树皮晒干1两，烧灰用净，水一重煎至8分，去渣，澄清洗至1年，摄入童子一样，此方医治100人。是那个桑树皮晒干了，弄成水晒1年，洗眼睛治100人。充满了故事。再欣赏一下别人收藏的河雕吧。大师将精湛技艺成于方寸小河，其精微之妙令人拍案惊奇。